故事的开头，你低着头在茫然中摸索，单方向的错误没有出口，时间不停的流，是什么能够抚平生命的痛，直冲灵魂的钟，你只能继续靠你自己的一切努力去活黑暗里的未来。说吧，垮掉的时代你们怎么还在等待，在等待、谢谢。